再放入罐中。调至合适位置开始按摩，先疏通一下头部经络与头发，再开始慢慢的轻揉头部经络。整个头部经络按摩是3遍到4遍，我们可以先疏通，再转圈的疏通，再用我们八爪鱼前面2个点点经络，疏通我们的颈部，疏通我们的整个颈部，颈部疏通，将它按摩。